喂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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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，Hello，你好，哇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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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吓我，最大声的是甜甜，Hello，Hello，Hello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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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四个一模一样，我好开心，但他们看到我好像很不开心。然后孩子哭了，没事，为啥咋了？你好，你好，没事没事，咋了？可能人多，可能人多。哦，你为什么要哭啊？那你为什么你不哭？不哭不哭不哭！你就是凑热闹哭的是吧？不要哭了，不哭。这个在笑，终于迎来进步。你看，真的吗？你看这个跟我已经很好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我就说吧，小孩不理我，你看现在这个情况，就是四个很会带孩子的人和吴昕。对，我就已经料到了是这种情况。姥姥来啦，姥姥来啦，姥姥来啦，姥姥要带他们出去遛个弯。呢穿外套，奶奶，我来伸进去。哎，好的，哎，好的，好漂亮，好可爱，开心，奶奶，开心开心，好了。给哥哥看看，好看不好看？是不是？怎么这么漂亮呀？哎，好漂亮，好可爱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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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得的一刻，快看，扑向了我。怎么了？穿鞋啊！哇，北北很棒哎！楠楠，走了。啊，这出个门太不容易了。哎，不容易，就是每天都是像打仗一样。让我衷心的说一句，世界终于安静了。我是真的没有，我好珍惜这一刻。没有，我来之前还大言不惭的说，我说很快乐啊，那就很好玩啊，我带过孩子，我没有想到是四个。真的，我也没想到。整理一下思路，我们开始那个任务吧。来吧，朋友。所有的衣服都在这儿。嗯，对。哇，都是孩子的衣服哎。嗯。这都是四件四件的哦，这个小香风的小套装这种。这些也都是对吧？小裙子，这是宝宝的毛衣。孩子的衣服都超级精致，好看。这边是你的衣服，对，这是所有衣服吗？嗯，所有。所有的衣服。嗯。我想先澄清一点，我看到了衣柜，但是我看到的是孩子的衣柜，真的留给自己的妈妈的衣服非常少之又少。就是两年来基本上也都没有时间出门，也更没有时间逛街买衣服。所以你已经两年没有买衣服了？嗯，甚至更久。我的天哪，其实全都是特别特别朴素暗淡的衣服，太素了。你看这都是妈妈开衫。生孩子之前也有买很漂亮的衣服，但是在哪儿呢？我想看，比如说这种裙子呀什么的。这个口味很重哎，妈妈，这个很性感啊，好性感。这是你结婚之前买的？对，看到没有，露背。嗯，就是结婚之后嘛，这种衣服我有时候觉得不好意思，而且就是带孩子不方便嘛。哦天哪，我有点心疼你了。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改变了样子。我从来没有想象过，就是生活会把一个人改变这么大。这所有的衣服都在这儿。嗯，对。哇，都是孩子的衣服哎。嗯，对。超级好看，孩子的衣服都超级精致好看。但我刚刚看到了一个问题哦。嗯。我可以直接说吗？当然。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衣柜看到的都是你们对孩子，看的都是孩子，我看不到你。就是身为一个孩子，我们都做过孩子嘛。嗯，我自己觉得，我现在回想的时候，我爸妈，我就希望他们能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然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，然后好好的爱自己。我相信你的孩子长大也会的，所以我其实特别希望你能够多穿一些你自己的东西。现在这些太朴素，我觉得现在这个衣柜不配你。因为就是生了孩子之后，嗯，他们
还小嘛，就是我经常会抱啊，嗯，或者就是做各种动作呀，就是一会儿蹲起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要跑，所以很多就是衣服我就放弃了。你现在放弃就是因为你完全把时间放在孩子身上了，所有的时间。对。那你现在朋友聚会或闺蜜这些都没有了吗？全都没有。嗯，但你要有。我很向往。我要帮你找回你结婚前的状态，我想让你多爱自己一点。对，